數學獎，其實對同學嚟講係一個很好嘅機會，可以試下咩 research。咁當然啦，即係我諗 research 未必話一定可以去到我哋截止日期一定做到出嚟嘅。咁但係其實中間嘅過程咧，其實同學可以接觸到好多新嘅嘢。咁對於佢哋長遠，無論係咪話留翻喺數學界發展咧，其實都係會好大嘅幫助。我自己咧，其實都係一個香港學生啦。咁我香港出世，咁大部分時間咧，其實都係留喺香港嗰度學習數學嘅。咁如果我可以做到咧，我肯定我哋 local 嘅同學一定冇問題嘅。